吴庆章教练说，自从关岛远东少棒赛起义以来，他的双腿已经有逐渐麻木的感觉，目前呈腰部以下，双腿麻木的程度相当严重。人民总医院正在做免费的治疗和检查，今天下午各科的主治医师将为他会诊。吴庆章教练非常忧急，他希望能够很快的治好，不然会影响他本身的工作。吴庆章的母亲也在医院照料他。